面生活呀。听说有人初恋是在这啊？我也有纯真的时候的那个恋情过。哦，真的吗？就在这张书桌。啊？真的假的？面说有这个桌，这个桌子很早。30年前就在了，对呀对呀，就在这张在这张桌上，我们就边吃冰，然后干嘛你知道吗？那个年代的那个娱乐很简单，怎么样？下象棋，在石桌上的，好无聊啊！在这边下象棋，而且很好玩哦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他下象棋的时候，他都不照规则来的，就开始他就把我的帅吃走了。嗯，我就说你在干嘛？你干嘛干嘛？你干嘛吃我的帅？你来报答了没有？不是，他说嘿，你帅死了，完全不懂他的意思，你知道吗？他把我帅死掉，他说嘿，你帅死了。讲到第三次我才听懂，哦，原来你是说我帅死了。你根本就是现在不在乎你自己啊！放屁啊你！又不是在跟你讲话。对啊。乱讲话。那是属于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讲乱真的情趣嘛？讲乱真的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以前我们那时候交女朋友没有办法，现在说有社群网站什么的。嗯。以前干嘛你知道吗？怎样？宋大哥应该看过这张纸。笔友，笔友，笔友，以前有一本杂志叫做那个《爱情青红灯》，然后最后一页呢，就很多人争笔友，然后就男男女女啊，都会取笔名哦。像我记得我那时候取的叫做沈玉清，然后那时候我就那个，看到一个叫蓝萍的，然后他说他兴趣是做梦，然后我就写信给他，我第一封信写了差不多18页，18页当中有16页是抄那个徐志摩的诗集。轻轻地握住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这样鱼雁往返哦，通信通了1年的时间。然后从某一天开始呢，就失去音讯了。然后我跟你讲多传奇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中断联络，中断了半年。半年哎。半年后呢，有人打电话到我家，是一个声音哦，非常的清脆，然后很甜美的声音。是沈玉清吗？那之前你有常常那个寄信到我们家来呀，那我想跟你见个面，然后我们就也是约在这个地方。嗯，见面的时候呢，聊没几句呢，他就从包包里面呢拿出了一叠信。哦，我看起来很眼熟，因为那些信就是我寄给你。哦，那很尴尬，然后他说不好意思，他说啊这些信因为是属于你的，要还给你。我想说啊，被笔友打枪。他说因为这是属于你的东西啊，你这个寄信的这个对象呢是我奶奶上个月过世，那他奶奶过世之前的最后一个遗言。帮我找到沈玉清，就与世长眠。高我，那你最后一个？好高哦！现在好掰哦！你没有了，你不要把你以前那种做节目去。真的啦。现在可以去你们家了吧？怎么走？看时辰呐！我走这条路对吗？是啊是啊是啊，这边就是往我家的路。对，不过是这样啊，下个礼拜，下礼拜是什么节？你知道吗？母亲节啊。端午节。端午节，那你就不能回来了。那你也知道我是家有名的孝子。我怎么可能说你又是有名的孝子？大家都这么说。谁说？你开窗问这个路人啊，是不是？Hello， 你知道我是嘉义的孝子吗？他完全不认识你，孝子。孝嘉义有名的孝这句话讲得好。身为孝子的我，不能两串教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们去一间嘉义还不错的这个粽子店，带一些粽子回去孝敬那个嘛，孝敬给我妈家，给我们家管理员。对呀，对呀。来，粽子啦，粽子，包粽包。到了。大家好，大家。为什么来这家吃？国宝级的主播。
栗子这种招牌栗子这种最好。栗子招牌一定要来。哎，你爸爸妈妈有没有特别喜欢吃哪种口味的？因为它有还有樱花虾哎，樱花虾一定要来。樱花虾，另外加干贝啊，那个栗子的一定要来。还买几颗？好了，那就买十二颗来，不要太多，因为我妈妈已经有准备好饭菜跟红果。好，OK，好。对啊，就十二颗，那就六个栗子，六个那个樱花干贝，对啊，对啊，好好好。多少钱呢？哎，那多少钱？六百七。他跟你介绍一下，他是政府播的小老婆。他不要跟他讲哦，不要跟他讲哎，传出去不好，他们敢动啊。快动。哎，他们这很厉害，你看还有这种礼盒。一般这种盒子是拿来装礼物的。是不对的，对不？或是葡萄。礼物嘛，就用带人家。送礼物。哦。都叫贵人。对。有名的啊。放后车厢好了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放后座好了，放后座。等一下你们是啊，谢谢。你们拿这个，我们这个小黑米，我们几乎比较少看到。哇，好小，这么小的。这个是一口重吗？对，一个黑米的。哦。这个给你们试看看，这个你们很少看到。谢谢老板娘，谢谢。好，欢迎新农，欢迎新农，欢迎再次光临哦，嘿。好，谢谢。从早上八点多到现在，终于要去你家了。我妈妈把饭菜准备好了。哦，省事私房菜。哦，对，真的要在你们家吃饭？是我在我家省事厨房。哎，对。那每家一到你家真是没办法。对呀，哎，要来的，能吃到我们家的饭菜，对不对？祖上积德，应该是那个圣主播这辈子最光荣的。往脸上贴金，你在其他里的家伙？哎，我在嘉义，对不对？嘉义之光嘛。嘉义出过几个名人啊？那像徐乃麟，然后他是大林眷村的，真的。然后奶哥是嘉义人啊，嘉义人。然后林青霞，林青霞嘉义人，他跟奶哥是同一个眷村的。李奇了吧？五百也嘉义人。我再讲个更大咖的，谁？菜头。菜头大哥也是蔡依林啊，不是，也是嘉义人。还有你啊，嘉义你说的不是嘉义，我说的，我住过两年。我你知道吗？我是全演艺圈最会跳远的人。哎呦，跳远真的，你应该算是嘉义最会跳远的。没有，是全演艺圈。哦，我敢保证，全演艺圈没有人可以跳比我远。那在我看来也是 nothing。对，我国小六个年级里面哦，六年里面哦，读了4次，我5年当全国模范生。怎么可能？嗯，真的啊，怎么不可能？哎，我以前跳远的时候，国小组跳赢国中组。哎呦，再来！我得过南部基县市陆轮比赛第二名。我拿过全台湾跳远国中组冠军。哎哎，我曾经是游泳校队。那又怎么样？当时的外号叫做飞鱼。那个时候就有飞鱼了 ，Fly Fish。我跟你讲，浪里白条。我曾经在全国运动会的时候跳举过胜负啊，举胜负输了吧？要不要？曾经在全国运动会举过哑铃。下车了，训了！奥运会，奥运会，哎哦，来了！88年汉城奥运会，哎，来了，我是台湾转播采访团的团长，哇，这个厉害了吧？厉害！1988年，卡路易斯，88年，卡路易斯，我才刚出生的，97年。香港回归的时候，我去吃过阿姨包鱼，这又怎么样？97年以前跟97年以后，我都去吃过香港的阿姨包鱼，连台湾的我都吃过。哇塞！我发觉你们三个人老了之后只能谈往事哎。哎，我对以后也是很乐观的。你对以后也是很乐观。我跟你讲，我人生还没到高峰。我跟你讲，已经快了。其实你的高峰已经过了，在买牙医的时候就已经过了。买牙，那是自己人生的最高峰啊！你现在是逐年走下坡。那时候真的是出门万人空巷。蔡小姐就不必再问了。小姐，你有丰功伟业吗？丰功伟业，有。他唯一的丰功伟业就是腿比较粗。大象的英文怎么讲 ？Elephant。
Elephant， 那你可以用 Elephant 造句吗？怎么造啊？蔡小姐管钱的时候 ，Elephant 多钱 ？Elephant 。村长呢特别广播，通知乡亲说，威廉神回来了。